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首先我们要发愿，发愿啊，归命一切佛。所以这个我必须强调啊，像各位不是归命佛，我归命我老公，我归命我儿子。所以归三宝的人，你一定要认为三宝是无上的，世间尽力随缘，这是个责任嘛。但是你结婚了，你千万要归命于佛，一切都是佛的安排。婚姻很快乐，感谢佛；婚姻失败，感谢佛。这样啊，这样你就不会痛苦啊。就像你要把生命交给阿弥陀佛，开刀能够好起来很好，开刀好不起来往生极乐世界，对不对？好起来是阿弥陀佛的加持，没好直接去净土。所以各位，人活到80岁都不要生病。然后呢，也不要得癌症。80岁的完了以后就直接去极乐世界，好不好啊？
当然好啊，不要这边拖啊，你要发这个愿，如果我这个身体会得癌症了、就让我早一点去极乐世界啊。如果我这个身体留下来多几年，多让我去奉献累积资粮，对不对？但是不要浪费生命没有一个人不生病的。但是如果你的身体经常像今天这样手抱万灾戒，我很劝各位说，初一十五最好你们就早上来手抱万灾戒念一念，十分钟念个普门品，抱万灾戒手二十分钟念完了，大家一起念个普门品，吃个斋，然后就各自下午去做善事，好不好啊？我们请杨医师带就好了。八关斋戒不分在家出家，只要你有守过，你就可以带别人守八关斋戒。所以我今天要带各位念的是短轨，短轨也是仪轨，这是在家人适合用的。十五分钟念完了，那大家念一个金刚经，偶尔念念普门品，偶尔念念药师经，有时间念念地藏经，对不对？那吃一顿素。人家基督天主教都有礼拜天，我们佛教礼拜天变成麻将天、睡觉天啊。而且这个八关斋戒本来就是按照礼拜天，七天一次，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九、三十，这个八关斋戒本来就非常合理啊。周休二日，对不对？这个六天，然后就叫我们好好守戒。守戒不是什么都不干，守戒以后是做什么都很清净，这个意思了。不管你去上班做什么，今天我守八关斋戒一样要上班，一样要煮菜，但是我用清净心、慈悲心来做这个事情。平常你要煮肉给你先生吃，你守八关斋戒你还是要煮啊，但是因为戒的力量，你代表佛，那个肉煮它会不会超度啊？因为戒的力量啊，如果能够转化它能够吃素更好，如果不行，至少你有这个戒的力量超度它，就这个意思了。所以希望大家对持戒有这个信心。那既然要持戒，各位要发愿归命一切佛，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佛菩萨，好不好啊？听，交给佛菩萨，不要你的命，他要你的心，你的心跟佛的心，用佛的心在做事，那就是佛性，这就是菩提心。念一下，以佛心为己心，转凡心为佛心，好不好啊？你老公有外遇怎么办？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要转凡心为佛心。你用凡心，你会气死，搞不好去跳楼。你用佛心，哎呀，男人有欲望，好可怜哦！希望我来世不要有欲望，对不对？而且原谅他，因为你用佛心，你就不会恨他，你会同情他。所以阿弥陀佛的心都是这样，越坏的他越爱他。但是我们凡夫了，你不好，我骂你，你就是凡心。如果你是个佛教徒，你先生晚上出去喝酒，你要回来说，老公你好伟大，为了我们的家庭你牺牲这么大，我为你念佛，我为你回向，你这个才叫修行人，了解吗？修行必须碰到事情展现你的佛性。你的儿子说，妈妈你信什么教了？我跟你信，因为你表现这么好的人格思想伟大，这个才叫佛法。千万不要指着鼻子骂对方，你错了，这个就是没有佛性。请问观音菩萨有没有骂过你啊？那你为什么你要骂人呢？观音菩萨都不忍心骂我们，观音菩萨骂我们，我们就不来了，不行，观音菩萨不会骂我们。阿弥陀佛永远不伤害你，哪怕你命最后一条、最后一念，他都要来等你，来吧，来到我的国土吧。只要你愿意，只要你相信，念一句阿弥陀佛，你到我的极乐，阿弥陀佛不舍弃我们。所以各位，我们永远不要舍弃佛，好不好啊？永远不要。所以这个叫发愿。我们今天发这样的愿来受八关斋戒，我们把自己通通交给阿弥陀佛，通通交给本师释迦牟尼佛，好不好？这才叫佛弟子，那怎么会吵架呢？就不会抱怨。所以各位，一个人在这个世间不用担心，因为我的生命已经供养佛菩萨，佛菩萨会加持我，会引导我，这样我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吧。所以一点都不用烦恼。所以唯愿诸佛菩萨摄受于我，诸佛菩萨就会永远的保护你，因为你已经愿成佛，交给了佛了。然后再来，我今归命圣菩提。那我们要说八关斋戒，
我今归命，我今天把我的生命来皈依一子，皈依佛是皈什么？念一下，无上菩提心，就是你的佛性啊。所以我们皈依了圆满的佛，皈依了所有清净的菩萨众，我发广大菩提心，今天所做的一切自他利益皆成就，愿自己家人，愿国家社会，愿世界圆满，好不好啊？所以这两天要选首相了，我们赶快努力一点。那一定会安排一个对大家有帮助的人事物，但是你不能挑哪一个哦，谁选上我们都护持谁，对不对？哎，因为什么样的人都有佛性，天主教、基督教没有宗教的人都有佛性，你用佛性回向给他，他的佛性就会扩大，他就会自然想要去爱人、帮助人，他就会升起一个使命感，这就是佛法。杀人放火的央杰摩罗、大妓女、莲花舍女，都可以看到佛而发起出离心、菩提心的。因为什么？这是最宝贵的佛性。所以各位不要放弃别人，因为再坏的人、再一只小蚂蚁都有佛性。所以希望我们发这个广大菩提心，让自己跟众生都可以成就，为自己众生忏除一切不善业。今天我们以身口意的十善业来消除过去的不善业的业障，也帮助别人，随喜无边众福运。这个世间所有人所做的善根啊，盖寺庙啊，老人院啊，捐钱给医院啊，我们都随喜。首先当过午不食，那今天守八关斋戒啊，基本上晚上不能吃啊。今天英国的中午时间是太阳正中是1:15，所以我们今天1:15之前把中午饭吃完，好不好啊？然后呢，晚上就不能吃，刚好减肥，喝水，喝水就好了啊！你不要说，那我喝一点牛奶、豆浆，那你就不用吃了，因为牛奶、豆浆吃了你就饱了，因为它让你饿饿的，你脑筋才会清楚啊！所以在行为上过午不食，后修八种长养法，然后就后面这八条长养善根，解脱得到功德，往生净土，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可以长养善根，种下成佛的因。而且往生净土，中品众生，所以可以把这八条守好。那再来，我们要忏悔，忏悔就是忏悔身口意的恶业。我们为什么会造恶业？因为我们内心有烦恼、贪嗔痴，这个烦恼，它这个心态就会让你促使你去造业，身体会杀生、偷盗、邪淫。所以女生要忏悔的是什么？堕胎、胎儿，这个很重要啊。如果你流产胎儿，不是血排位就会超度，而是说你真心要跟他们忏悔啊。再来，我们为他们守八关斋戒要回向，所以杀生偷盗。那我们一般人，你还没有吃素，甚至你过去有杀生，那你就借这个机会忏悔啊。虽然你没办法天天吃素，那至少斋戒日就把它净化一下，忏悔杀生偷盗邪淫。口呢，骂人骗人，说是非，讲奇语，没有意义的虚伪的话啊，所以口业要忏悔。意业后面有写贪欲嗔恚愚痴，包括傲慢啊，傲慢就是说我条件比你好，有傲慢的想法。特别在英国，各位看到白人、黑人、黄种人，有时候好像有一些人会比较傲慢啊，这个傲慢也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所以。傲慢、嫉妒、怀疑这些恶业，所以简单的说，有这些烦恼，你身口意就会造业，然后呢，你就会造下轮回痛苦的因，这一辈子生病啊，哪里不顺啊，车祸啊，来世轮回啊。所以佛陀制定八关斋戒，各位一个月如果圆圆满满是要守6天，就可以把这一辈子的什么恶业，包括过累世的恶业都忏除掉啊。所以那现在要带着各位忏悔，所以说若今世若前世。我们有无量无边的前世，都有造了无量无边的业。那各位今天要诚心忏悔，这个诚心是从内心里面一定要改变，让今天身清净、口清净、意清净，就是心呢、啊，心就是意，来受持八关斋戒，这叫布萨。布萨就是一种你愿意承认，而且找到你的错误啊，而且祈求三宝的加持、大众的加持。让你能够把这些东西消除掉，所以学佛人各位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不想覆盖自己的缺点。学佛人就是希望
就像你去医院，医生你怎么没有把我的癌症检查出来？我告你呢，对不对？啊，我们就是希望把我们的缺点找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些烦恼恶业会让你生命痛苦。修行只有一个目的，你讲离苦得乐。对对对对对，记住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想要幸福快乐，离苦得乐。但是千万不要无名于师，那我去唱歌跳舞，你怎么叫我不要去？那很快乐，那是痛苦的因呐。啊，我去钓鱼，你怎么说叫这个不对？钓鱼你将来也会不钓啊，啊，你杀他将来会被杀、啊。那佛陀叫我们告诉我们这个真相，所以你不要再去造这个恶业恶因。啊，起贪嗔痴也会让自己造了很多各种生命上的痛苦。所以我想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痛苦，就算你没痛苦，你家人让你痛苦。啊，所以整个社会就有一些痛苦的业力。那我们要不断的这样布萨忏悔，而且要念三遍。但是不是光念哦，而是各位要想一想你这辈子有什么缺点。哎呀，我口才不好，一定我过去骂人。我皮肤那么黑，一定我过去不喜欢点灯。我皮肤那么肮脏，我一定是乱丢纸屑啊、邪淫等等。我的先生对我不好，一定我过去一定对他很糟糕啊，杀盗淫妄酒等等等等。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很大的痛苦啊。你的儿子对你没有很好，而且你奇怪，你讲话他不理你，哎、啊，过去一定我跟他结不好的缘，我忏悔，这样就好了。所以各位千万不要改变别人，自己改变对方就改变，不可思议啊！佛法是我清净了对方就改变，而不是我要改变你啊！所以我一清净对方就跟着我清净，这样而已。我不生气对方就不生气啊！所以因为互相在影响，这个就是佛法的原理，互相影响，互相助缘。所以你希望对方好，那你好当然对方就好咯啊！而不是要求对方好来对待你。所以就是先深信佛教的人就是绝对相信因果，不好我来忏悔，我忏悔不要抱怨。如果你抱怨啊那个不好那个不好，你这个业越来越重，因为你可能改变不了你的业啊。不管你今天哪里不圆满，都是我自己的业，我要好好的忏悔。那当然如果你不知道，你要找医生哦啊，医生可以看得出你身体哪里有问题，那善知识可以告诉你哪里有业。如果你很虔诚，任何人都可以告诉你这个人讲话怎么样，你这个人态度怎么样，你这个人怎么样啊？你稍微问问别人的意见。如果你愿意把你的太太当作善知识，我看你成长得很快。你愿意把你的先生当作你的善知识，告诉，因为他太了解你，他跟你生活那么久，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接受啊。就像我要出家了，我问我太太我有什么缺点，她就给我讲一大堆，爱喝酒，晚上赌博，我通通改了，全部改完以后，我说谢谢你帮我改完了啊，干嘛？我要出家了。我只问她，你看我有没有资格出家？她不敢讲话，因为她知道我有资格，因为我通通改完了。她说的任何一个缺点，我都改正，而且我变得对她很好。因为我说出家是没办法避免的，因为我们不能光享受自己的快乐。既然我在你面前改变了，你也帮助了我，那我们应该去改变别人，帮助别人，不能再占有啊，互相占有。当然，男生比较理性啊，女生就比较感性，那没办法，这个依赖执着会让你痛苦。所以各位要跟着佛法这样啊，跟着圣人的脚步，跟着阿弥陀佛，好不好啊？那比较圆满。那当然，这些你要忏悔，忏悔。所以各位你要练习啊，你不能跟你先生说哇你不在我旁边睡觉我睡不着，哎、欸、对不起，今天晚上自己睡啊，八关斋戒。要学习独立啊、没有依赖。当然如果哪一天少林寺有地方大家自己带棉被来睡觉啊，那最好。不跟家人在一起啊，过一个清净的生活，慢慢练习。好，这样来忏悔。要思维一下自己的身口意的缺点，你这辈子比较高或是太矮太黑太白，口才不好，眼睛不好看，皮肤不漂亮啊，乃至贪嗔痴哪一点很强，爱生气，你都想一下你周围的环境，你出生的环境人家这么有钱，我怎么出生在穷人的家庭？除非你是发愿再来的，不然你就是你的业报。
那你把这个缺点都思维一下，思维一下，包括你这辈子造的恶业，堕胎啊、杀生啊、邪淫啊、骗人啊，每个人都有，然后思维一下，而你决心忏悔，这个发漏就是说让全佛菩萨都知道他帮你，而且你已经发了一个愿不再造，好不好啊？忏就是过去的你找出来，悔就是不再做，不要再做，那你命运才可以改变啊！而且冤亲债主会原谅你，堕胎胎儿才可以超度。那你决定了，然后我们就念三遍，而不是光嘴巴念，而是用心实践它。好，那现在我要念七佛灭罪真言，还有嗡班扎萨多哄，然后三七二十一遍。那各位就观想，我们刚刚除了自力虔诚忏悔在佛前，更要请诸佛菩萨加持，好不好？你这样观想，你要观想这个水啊，就像浴佛一样，不见得洒到你，你观想就好，这只是一个代表。但是站在菩提心，不是为自己，就是我们今天忏悔是带着累劫累世，包括现世的父母祖先眷属六道友情在忏悔啊，要用普贤十大愿来带众生忏悔。然后现在念七佛灭罪真言，要观想七尊佛放出七种佛光，帮我们跟所有众生的身口意恶业都把它净化掉。来，利婆利婆利丘诃丘诃利陀罗尼的尼诃来的毗尼尼的摩诃揭谛真尼揭谛萨婆，利婆利婆利丘诃丘诃利陀罗尼的尼诃来的毗尼尼的摩诃揭谛真尼揭谛萨婆诃，利婆利婆利丘诃丘诃利陀罗尼的尼诃来毗尼尼的摩诃揭谛真尼揭谛萨婆诃。来，跟我念一下嗡班扎萨多哄。那我们要三七一口气念七遍啊，各位都知道，第一遍七遍把你生的累劫累世包括众生的业消除掉，所以你要把气吐完啊，吸一口气念七遍，第二口气口业的部分，第三口气是意业的部分。嗡班扎萨多哄，每天晚上都要念一遍，好不好啊？每天都要身口意净化再睡觉，所以我们这样来忏悔，观想众生得忏悔。好，开始。班扎萨多哄，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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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扎萨多哄。口业清净。嗡班扎萨多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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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班扎萨多哄。意业清净。嗡班扎萨多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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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班扎萨多哄。我们再念七遍，为什么？你现在想到你现世的爸爸妈妈，大乘佛教一切都不为自己，为父母眷属，以对父母眷属的方法去对待所有众生。所以你看着跟你有缘的这些人事物啊，你公司的老板啦、啊，你的同事啊，跟你有缘的，他们都得到净化。好，开始。嗡班扎萨多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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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班扎萨多哄。好，每天你最好这样念108遍，因为你念越多遍，哦，想到哥哥，想到妹妹，想到同事，你就一直帮他们了。我们行菩萨道不分在家出家，你说师父你念有用，我念没用，千万不要这么说，那是佛的力量啊！只要有信心，佛就会来净化啊！所以嗡班扎萨多哄啊，或是你可以念各种的不一样的咒语，包括大悲咒、药师咒都可以了，但是你要有那个相信，然后对方一定得到净化、得到改变啊，就这个意思。再来。最重要的，我们要借这个机会真心的皈依三宝，我们大家都皈依了啦，但是在皈依的时候得到戒体，特别各位今天要受八关斋戒，希望也能够无戒圆满，你只要发这个愿你都会得到。今天你希望你能够受菩提心戒、菩萨戒，你发这个愿你也会得到啊。就是说重点是你的动机，然后你的动机正确，然后你要得到这个三皈依的戒体。我强调这个是因为很多人已经失去动机，虽然他出家了，
但是他没有出离心，每天忙着在那个，他也没有悲心，他每天在忙着满足自己。虽然他出家，他还是没有用，因为学佛是一种动机，而不是说哪一个法高，哪一个法低。我发觉现在很多人很喜欢研究佛教的理论，研究一大堆，然后呢，他的动机干嘛？他已经忘了他的出发心，他是为了得到那个文凭啊。哪一天我可以把家行修好？哪一天我可以修大圆满？哪一天我可以修大手印？然后他忘了，他基本的动机是一种出离心、悲心。他早就不管老公老婆了。对不起，我要修家行啊！不要跟我讲话。啊，他很自私。不然我修完第一阶段，我才可以达到第二阶段，我才可以达到第三阶段。他已经离开一个修行的动机。可能他是一个佛教知识的。他有佛教知识，但是他从他身上人格上看不出他的悲心、他的空性、他的出离心，这个非常非常的小心。我发觉现在这个变成社会问题，啊，不分在家出家都忘了他的动机，所以很多人会批评我们出家人，我也觉得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我们也很惭愧。哪一个出家人被批评，都是我们被批评了，啊，出家人如果没有一个真实的对世间不再污染的出离心。对所有众生承受的悲心，那出家人在这个世间也不知道在忙什么。但是他离开他的动机，他玩物丧志。什么叫玩物丧志？就是说你做医生本来是要救人的，结果你做了几十年以后，你不是在救人，是在买房子，这赶快要做院长啊，赚很多钱。那你这样做医生，已经失去你做医生的动机了。所以我想做一个。作为一个社会的影响力的人，他就是希望帮助社会，这个动机要抓住。你不能说到后来这边贪污啊、搞关系啊，在凸显自己，那你就失去动机了。所以各位永远记住，就有一个故事啊，各位听过，有一个有钱老人，他买了一盆兰花回来，请他两个小徒弟好好照顾啊，这个兰花很贵的啊。结果呢，小徒弟越小心越不小心，嘣，把它弄破了。他想完蛋了，回来会被打死了，回来会被开除了。然后等老主人回来了，他们两个就跪在那边，他说："你们俩跪干嘛？"主人原谅，主人原谅，发生什么事情？我把你兰花弄碎了。结果主人哈哈哈，开什么玩笑？我买兰花是为了快乐了，它破了就算了。各位了解吗？结婚是为了什么？快乐。那你干嘛哭呢？啊？结婚是为了爱对方，而不是要求对方，啊，所以你要把握你的动机，你的动机是为了成佛，为了你要把这个抓住，这个才是学。如果你抓住这个动机，吃饭、睡觉、呼吸都是功德。如果你离开这个动机，你读了十个佛教博士都是在造业，变成一种分别心，批判佛教。所以各位最好不要告诉人家你是哪一宗哪一派的，因为这你有骄傲。我是禅宗哦，我是净土宗哦，我是密宗哦，那你已经偏离佛法。这个世界是大，这个世界已经变了，一个电脑世界，世界是一体的，佛法是一种空气，是每个人都要的，就这么简单。有在呼吸人就会活，结果在你身上看不到佛教的自在、快乐、慈悲，那你讲佛教徒那就错了，因为你没有接受佛陀的教育，你接受你自己的想法。这个就没有得到戒体，所以我这样强调，希望大家得到一个菩萨戒的戒体，好不好啊？要不要成佛？中国人最贪了，当然要了。华人贪，佛教不怕你贪，把贪欲转为菩提心，这就是佛教的修行；把嗔恚转为慈悲心，把愚痴执着转为智慧，这就是佛教的修行。转烦恼为菩提，贪越强越好。贪着做皇帝，各位一定要做皇帝，好不好？你不好就没有菩提心。你要说好，让我有资格做皇帝，让全国都不要杀生，啊，让全国的这都大家守戒律，你要有这个愿力嘛，啊，那你有这个愿力，加上你的修行，来世你就会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善法的转轮圣王皇帝一样，就像释迦牟尼佛，他不是世间皇帝耶，他是转轮圣王的果报哎。以这个威德力来出家的，所以他就可以影响整个印度，影响整个世界，啊，因为他有这个大悲愿，所以希望大家发起这个圆满的心态来得戒。我要特别强调是说，
以后各位你在特别超度所堕胎胎儿冤亲债主，就麻烦你多替他念两遍，这样就好了。比如说你念心经，你有两个堕胎胎儿，然后爸爸妈妈念心经，多替你们念两遍。然后这两遍不是念给他，是以你们的名义替你们念，回向给法界众生。哇，这个胎儿快不快乐啊？他感受到你的爱，前面又感受到你对他的惭愧心，请问他会不会超度？很容易就超度了。所以一个人不可能没有冤亲债主，因为我们累劫了轮回都有跟众生结缘呢，都有不一样不一样的因缘。就像我昨天去参加那个印度庙的开光，他们今天又正式要把佛像放上去了，他们里面的领导人还特别说，一直说师父你看我们还摆了佛像，对，尊敬你们佛教，因为他认为佛陀也是印度神的化身嘛，这也很好啊。但是那为什么会去？因为我过去是已经做过印度教的人，所以这些都是我的家人啊、朋友啊、信徒，所以他看到我喜欢，我看到他也喜欢。昨天还跟我说，你只要来伦敦，就要来我们的庙。我说好，这要结缘才行。但是问题是，我要经常想着他，所以我昨天也跟里面的所有神明合掌顶礼回向，希望这神明保护我的家人呐、我觉得印度人也不错，下回我们要办一办，前面那个佛像我们在后面唱歌跳舞，然后英国人也来，黑人也来，大家来跳一跳啊，快乐快乐就是一个道德善良的快乐，跳完以后吃素那多快乐。我说不止，我们后面有人拿着蛇，有人牵一只牛要准备放生啊，后面还撒饲料啊，用海鸥跟着来啊，所以后面还拿了便当边走边发素食的vegan 啊，然后呢就请大家吃，佛教要如此啊，对不对啊，一定要融入于社会让大家快乐啊，让很多人来参与。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麻烦各位都要想到来回向所有印度人、所有印度教徒、所有印度人往生者、英国人往生者、华人往生者、各种人类往生者，同得皈依，法名应得，同来受戒，同享功德，同生净土。好，也希望大家不管你做什么功德，为众生多念一遍，包括你的父母祖先冤亲债主，这是对他最好的方法。那我们得到戒体了，那现在就要持戒，好不好？那我们学佛是学什么？就这一句话最重要，如诸佛。我们学佛都要这个如诸佛，佛怎么想我怎么想，不要你自己的想法。佛教不要生气我就不生气，佛教要有悲心我就要悲心，佛教我包容我就要包容，佛教我忍辱我就要忍辱，佛教我布施我就布施，这个才是佛弟子。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思想去批判佛教啊，去批判佛陀啊，去做裁判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因为你要相信你还没有成佛，所以我们要归命于佛陀，用佛陀的思想来做事情，凡事要有佛陀的究竟的这种圆满的心态去看待事情，不要用肤浅的心态去看事情。所以这个持戒是如诸佛这样做，所以我这样做啊。好，大家请起立。不但我们受戒，那经典说天上的神，只要有人间有人在正式受戒，甚至有比丘在传戒，天神都会跑来受戒。因为天神受了戒，他就不会再堕落三恶道，升更高的天，甚至满愿，愿往生净土，马上就往生净土。修罗道也一样，所以何况三恶道，他们能够皈依，然后呢回向给他，他也能够离苦。那我们所做的功德，持戒的功德，站在菩萨道，都不是为了自己，回向所有众生，回向自己早成佛，好不好？生命唯一的意义跟目标是什么？成佛。我觉得少林寺这一尊佛像画的好不好，像真的。我每次坐在这边啊，然后他们在摄影，我就回去看袋子，这个佛像好好现代化，好新鲜啊。所以这样一尊佛像就很庄严。你家有没有墙壁啊？你也可以画一尊啊，那旁边给他画极乐世界，这边画药师佛世界，对不对？
不然就放生啊，吃素，我点灯啊，这些功德啊，来供养佛，那这样就可以了啊，很庄严啊。所以我们这样来回向，来一起念：我持戒行庄严齐心，令心喜悦，广修一切相应圣行，求成佛国究竟圆满。问讯。这句话很重要。我们守任何戒律，就是要圆满我们的菩提心啊，清净心、空性、悲心，圆满菩提心，让内心法喜充满。各位现在快不快乐？快乐，哎，有钱快乐，没钱也快乐，对不对？有老公快乐，没有更快乐啊？那什么都快乐，因为佛法的快乐超过于世间的一切快乐，这个就是出离心哦。啊，如果你学佛了，还想要追求一种世间的傲慢啊、漂亮啊、别人尊重啊，这个佛法的力量就对你就太小了，因为你没有信心。如果你有佛法的信心，哎呀，这个什么皇帝贵妃什么享受，就像我们英国有一个只爱美人不爱江山，对不对？啊，你要说只爱佛法，不是不爱钱，钱不是我的，我是拿去布施啊，就够了。啊，所以要庄严其心，令心喜悦，然后呢，广修一切相应圣行。所以各位要多忏悔啊、念经啊、持咒啊、放生啊、点灯啊，就是利用八关斋戒那一天多去做善事，用菩提心的去帮助这个社会啊。然后呢，目的呢，求成佛果，究竟圆满。所以回向给众生，那我们也回向所有往生者。像我这个堕胎牌位永远放在这边，外面我们也写了很多往生牌位。包括各位要观想中国境内、英国境内、世界各地所有人类亡魂、动物亡魂，我们要天天给他回向。虽然我们吃素，但是吃素只是你个人的善业，你要天天回向被杀了动物，那才叫悲心呐！啊，也回向给人类，希望他们来天也可以听闻佛法，至少消除他身上的这些业啊。好，大家请坐一下。那各位马上把这个功德想着你的家人事业。你相信好了，刚刚讲佛法无边，不要担心世间的事情，不要被世间的这些风风雨雨卡到你的心，好不好？因为这些世间的风风雨雨是我们来消业障嘛，无所谓。消完业障，但是我们不断的为他们念佛，我们广修功德。除了念佛，以念佛为正行，广修功德嘛。啊，大家平常会点灯啊、放生啊、忏悔啊、帮助老人啊。我来英国最喜欢喂海鸥啊，啊，喂鸟啊。喂，这次到西班牙、葡萄牙，我发觉他们那个蚂蚁又黑又大，啊，整颗米都搬走了，这样，啊，面包，哦，像整个西班牙都是像沙漠地区，都是一些大蚂蚁，啊，你到处可以去帮助他们，海里面的、路边的蚂蚁，所以当然呢，我们喂的时候要小心，要如何符合环保啊，尽力去做，所以各位。念观音菩萨，你要相信观音菩萨会不会救苦救难，广大灵感。就像各位念阿弥陀佛，众生听到阿弥陀佛就会脱离三恶道，愿往生极乐世界，会不会马上去？会。特别我们今天持戒的功德，佛陀的加持，地藏王菩萨的加持，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力量它就可以得到超度，不要烦恼，好不好啊？烦恼来了，赶快念观音菩萨，在佛前点个灯，念观音菩萨，然后事情就圆满哦，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啊！因为你不烦恼平静，你才会开智慧，做事才会有效率，你才能够圆满各种事情。所以各位每天处理世间的事情，多念观音菩萨，相信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不可思议，解救一切人心的问题、世间的苦难。然后呢，想到往生的问题，想到未来世，多念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在寺庙的早上念观音菩萨，晚上忏悔念阿弥陀佛，啊，成为一个日常生活的习惯。简单的说，担心来了，烦恼来了，压力来了，不要让它打倒，赶快念观音菩萨，这样就好了。啊，观音菩萨能够融入于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没烦恼，能够消除外界的所有的苦难，可以满一切愿。啊，那各位，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所以一个人修行，而不是说你修得很好修得不好，而是你的相信愿力够不够。你相信啊，你的愿都是希望世间好。虽然我是一只小小的蚂蚁，但是我希望英国伦敦非常好，然后我来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力量就来了。
对整个伦敦世界了。所以你在报纸上所看到的任何一件事情啊，不圆满了，哎呀，他们也有冲突啦，希望他们谈判成功啦，希望两边和谐啦，希望世界和平啦，那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念观音菩萨，因为凭你一个人哪有力量，但是佛的力量大不大，法力无边，各位要有这个信心，这个相信，然后你来念诵，那对整个世界就有帮助。不然你在批评这个世界，烦恼这个世界，担心这个世界，反而给这个世界一个负面的能量，了解吗？啊，你越担心你儿子他越不好，记住我这句话，你越担心他就越害他。哎呀，爸爸生病怎么办？爸爸生病怎么办？你没有给他正能量，你给他担心的力量，这样不好。啊，所以你碰到一个烦恼担心，你赶快念观音菩萨，念药师佛，你要念金刚经都可以。好，所以各位要学习跟佛讲话，你只要一合掌跟佛在讲话，佛有没有听到？佛比手机还厉害啊，对不对？你一点都不要怀疑啊，你心情不好你跟观音菩萨讲话，观音菩萨一定听到，不然他怎么叫观世音呢？啊，所以各位你要有这个信仰的力量，所以要让自己的心跟世界法界众生心佛众生合为一体，修行要修这个广大心态，好不好？修行人的特色不在于他懂多少字读多少经，而是他的心量广大，所以他才有修行的意义嘛。如果他的心量很狭隘，很自私，很嫉妒，很分别心，代表这个人没有修行啊。所以各位以后你要考验，很多人说师父要去哪里找善知识啊，我说你看看嘛，你骂他两句看他怎么说吧。啊，当他被一点点伤害攻击他都笑笑，你要慢慢观察他这个人是不是修行人，是他的心态，而不是他都他懂很多，然后呢到时候他很爱钱啊，他很爱生气啊，他嫉妒心，这个就不是善知识了。你跟他在一起学，你就会被他一个传承成为不好的烦恼啊。所以我想修行部分在家出家就是那种心量广大啊，承受一切，了解一切，愿意帮助一切，如佛的心，快不快乐？你的儿子又不听话了，你不要烦恼啊，老公还不听话怎么办啊，你这个就是制造不好的，你赶快 Om Mani Padme Hum， 心清净了，观音菩萨加持你，你就有智慧去处理这个事情，好不好啊？这个就是佛法，你千万不要说我没能力，如果你一直想要用你的方法去解决事情，你已经弄得很乱七八糟了，你就不要再去这样处理啊！你要用佛的方法，因为你是佛教徒，佛的力量会展现在你的身上，佛的智慧会加持你，你自然把那个事情做得非常非常的圆满。本来这个事情世间就是痛苦的，但是好在我们皈依三宝，你要真皈依不要假皈依，好不好？特别各位今天有持戒，哇，这个戒的力量加上佛的力量，你想什么都满愿。好，阿弥陀佛。打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把爱、慈悲、平等、清净的智慧，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打开您的菩提心，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唐启阳。防疫的路上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我们要一起养成勤洗手戴口罩的好习惯，一起配合十连制接种疫苗，一起建立稳固的防疫阵线。在我们身边戴着口罩与我们擦身而过的人，有可能是刚卸下防护装备的医护人员，也有可能是协助疫苗运送的机组人员。你我身边每个人都曾在防疫里尽一份心力，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彼此。让我们用正向团结的防疫态度守护对方，不要让歧视与攻击消耗了我们的能量。我是唐强，感谢每一个防疫伙伴，我们一起团结防疫，并肩同行。
马中插中的，等到他上的事儿开始了，比如说的，酒吧，上说这层叫马中插中的，大中院里的得了他，加班这个可能，厂里去啥去，啥他们天气那么多的，你马中插中那等。是那天我也说，那里这里这里，我说就不要去他们去，干地这里这里，中国就把他们去接到了院子，到我这儿干地，这里把子这里，那时候嘛，他们就讨论干地，讨得到了这里还好了，那种差不多，还叫干起不来说，上当时干的呢，这里这了，我的娘子这里啥家也要的，啥家这个这里。六马一孙子，六个三家的别搞得了了，三家媳妇在这里，老爸的了，怎么叫什么叫的？什么叫的？家里个大的呢？两个女的了，男生的了，你们哪有的？这上中村的人呢？家外人啊，有的是，是女的呢，就往哪有的？这上中村的人了。大的名的勇敢的叫做的老的绿的人家也用不上去的这有的是人家也用上去那是虽然就往外面接了进了进去进入这些拿出来民众这边他接的里拿出来进去吧就往外面接完了这里杀出门了我就往这里送给有的是这农村的这些绿的杀鸡杀鸡是个你们家的民呢这里一些干了劲儿，家娃人干了劲儿，或者什么妈那是娃子，他们上街人家送是，那这女的啊，人家也用个垃圾，就去见过他们去，这不管用是的，这里人家哪里有个垃圾，这把刀子插的要来送，这得了，得了这个这里，这他们去，他们一人拿着把的，这毕竟这娃就娃子，毕竟这娃就我讲的对吗？当地的基本口岸上一个特别的。那个就马达了，吹呢，吹了到这儿来。上朝城了，这里大部分干活的人干，这他们让人特别的。这到这里是到马达把他们就打马达，你猜我呢？这马达把拿完的，穿上来是，一日打瓜的，这是呢。这马达把他们就打瓜的，就是去，就是这个就够用了，让人是吧？这是这里啥家他，这里谁不上朝城？六个沙家，哪个哪？这里啊，三几个家，这里差不多的，这哪等人呢？这里另外也是这个这位，这里对了，到中国过来这里，那到中国过来是，到中国过来感染中国的，那个啥不到，说到了啥出中国过来是，等几年的时候过来的，这运气不到的，三几他们这个哪个地方，他啥出中国地方过来是？去年就到这里，一人马着吧，他在靠这个街上就落不了几码的了。定金就完就完去，定金就完了。但当地的今年可夸张，一平到了大把上去，搞他去看不拉手吧，这块要的，这他这，这多少经济呢？上去各省的农村上去上个月是，对，各省农村的六万人中的，这个是控制要的，大的嘛，大几个娘子要的是。大到马达娘子有话的这里，让个社会，晓得理解了这里，马达话他话也不好沟通，就有的是。第四了这里，他马话他这里在他们随机拉去把的，这里让吃吧，老二个这里，咱们一定就到过的，下次呢，这里在他们让你们怎么吃的哩？马达话的老二个这把不一日他话也没。为了行动，我说吃的做饭，吃的再怕叫他哪里啥吃着，别在他们。马大本身上芝麻色的吃的，这里看臭啥臭臊，这里提了头发这里，我们说把娃吃的，说把的嘛，说把娃吃的，很这是，这里就叫马汁吃，他妈多往里来吃，这马汁了，大的到了马汁了，同样都可以的，我上级身体你同样的，你就像同样的，同样的可以的，他第一进去玩多啊，上周什么这里他不寻干的。南京的路儿都差的有的，这要路儿这边边，大地了，看着马大吧，他们也他们就是，那么说话，大啥个都
妈又不叫我们看别的的，人家也用电话接呢，人家也用电话来送的，那就他们就直接来了这里，出门在他们南口看什么，南口看下差不多的亚细亚的，那马萨瓦达汤啥，那马萨瓦达汤啥的，人家也用电话接了这里。妈哟，别说我们看呗，啥话他看，我个的啥怕人啦？哎，忙嘎嘎啦，看说话怎么把这这，差点是出不了地头，这手气，东莞人家，东莞人安里的哪里的，干了东莞人的话，这这样的话，人家把这如果说嘛，这头出不了地头，你哪怕看完，哪怕啥就不能干了。一日准备要的，一日这准备的，可能咱们家送上一个要的，别等吃饱了说，让一个要不要的，别那么说，他那就是做那样，铺当铺的住，当铺的把那个拿走要的，对我说你妈着我的，那才我是啥老主顾呢？住当铺的吃老着我的，吃了没有个别那，这倒是差点的。那个啥就把那个让你吃的有把的，另外一把洗的，对对，那不啥他就让你吃的有的，没大不生气，一定有把他就了，吃的有将大到一个七八个，大忙呢，这里啥土都没了，哦，没上出国去，吃了送，克拉扛就呢，哦，他讲的啥阿的了，就啥出国，别提到，你利用的这个做尽量。一定的这个大大金你大的银行借过来，这借了他到手机了，这里没了，我到这六七级，他借了他到我了这里到过来，三级他借了二级，也把那一把七八的给掐的要来，这把要不叫我们看呗，这种他这哪怕三级把那掐的要来，这里叫了阿弥陀阿弥陀，跟那里哈啦哈啦红开的了，这啥时候多一点空间呀，送的就巴适。别人骨子上我也有问题，再看一点嘞，谁也有问题嘞，那多年的兄弟送的就过来，第一次来了的嘞，有的他们就少见个看了，那是叫做什么？阿弥陀阿弥陀，跟着嘞哈那哈那红牌，这少见个看了，匆匆的行不了嘞，别人哦，少见有的这个看了的行不了，这他们少见个也到了这里。马个那马个我马那就是吃的，要其他的，那是叫做吃不吃？对，这开始了嘞。马多不吃鸡什么？牛毛对，这东西这个要是牛毛把的别那个上出什么当地的一批个罗杰的牛毛把做的巴西做个那种叫做嘞，对吧？就是做巴拉说，上把的你这个真做个要嘞，在那这里在他这。马达把头就打过来了，这里脱了过来，阿边打过来了，哈那有的他们这就叫做牛的呢，这里他们有我们牛的了，那他们出版的多，等于铜瓦的、日瓦的、鸟瓦的，这可是就是啥种材质的嘞？啥种材质到哪里去打工用的？啥种材质的建用的？这个这就叫做什么钱？阿边说了。Om Veda Amrita Kudali Hana Hana Om Vey Yojitaji Diti Jato Chibo Chet Tani Lama Sava Tata Aikata Ava Lohi Kedi Omi Sambara Sambara Ho Tira Ta Daji Yiti Yoba Tavira Tiri Dung Toko Tsova Gungi Shibara Tini Tiri Dung Na Kari Go Kari Kaji Shisha Kaji Chakra Go Kaji Sipi Go Kedi Dari银行机他们就过来，有的他就落地就三把刀他们就是，刚看过了的，哦，高升马上落住，加上卡里过那，这东西就着了，这东西就也有老实老实，有的他就落出去三把刀他们就是，我打三把刀他那样，但是你这些东西了，马上就逃过来了。Om Jana Avalo Kede Nama Samhita Sapari Naripi Sambhava Samaya Mahamani Dilet Shandaya Dvarali Hote Bile Tikali Rang Chinesi Dvore Saranga Chinesi Tsamak Samti Yoshi Dere Tsamaka Vacha Yoshi Dere Khan Di Temingi Lumban Rukhan Tsamachin Sacho Sa Dere Dvore
这种说不能说啥，没想不过，那得让我的这可能可能这个的讲说啥说啥，未来的老在当地农村的旁边最把没把草把这着呀要嘛，就干这啥那啥，这都这可着，这里那么啥味道，别的那这一说的这味道怎么说把要说呢？这里他妈的当地俺家肯定他们闲的。哦，那看来就把这啥就成了土地气，咋的？他们搞的国人国人的，罗让他们那个王子的玩具，我就考虑家里那么啥没的，不知道哪家里叫的啥没的，什么呀说话，罗让他们那个王子的玩具，哦，这倒是可以倒是，哦，这倒那么那个什么多大大。说说个雷没被一批个老几，啥几啥玩那些，我那些几个苹果，他们妈了几张没，这个啥子个来是，这个第一就不到的，就是个啥几套就我们不我们，说那么老多，啥几没交完的哩，哪怕他想把要来的，第一就不到要来是，老不是吃那吃多就光就当起了，可是老久就要来是，第一就不到，去年就到那的哦。一年过早老个人身上里面呢，一年你要买的，过早了的嘞，初次他们三年，三年的嘞，让月的干啥，他这的嘞，出不了的，让月让这儿，让你这些让出不的呢，出在出的经营没老主做的呢，让个他们了，让个老就把这的，大一你要买的，大伙，你不你要买的，为了多不起不这个，多不起不这个，养个没多忙不了的，多不这个。哦，人家你有的就是另外几个人，人家一接触吧，那个吃了鸡都没事，这那个拿完了老酒吧那些，但是一点没办法，老酒也要的，这在酒吧什么手机没交吧，在那里，那拉完的老酒吧去年就到的，一年一万只杯，一年一万只杯，这一吃吧的老不得，我叫老不吃不吃了，咱们要的，这吃吧也不好看的，对的。你的没办法来一下，这里有他就是他的，你的是三年，你的是三年，这里你是没被是接的嘞，这里接当怎么他来的呀？我接怎么的嘞？哦，你要买去，现在这个我可能三几岁的你要买去，你没办法接了，这里怎么落？落接怎么的？啊，怕什么不接了？确实接不到要买去，呀。哦，确实就我们家做起我用的，但别的那些，对吧？逻辑，确实就放在原来的，逻辑对吗？哦，家做那块儿真到七八，干啥干要的，别做到那块儿去吹家呀。所以说，那你就把大家电脑说话，他就他们确实的，他们有的是有人，对吧？逻辑，逻辑对吗？这样我还搞过来，这样搞这可以，去年就到的，一人那一万只，万只八双，他就得了。那个三百多大当三畜生，这一直不是达到三级通级个这里，不做个菜米个三八的年纪，去年就到这了，当大问问你嘛这吧，三级成绩你嘛这吧，这个这一直不是达到去年就到了，当跑跑那了去吧，让你个照顾去，跑跑那了去吧，当身体那了，别不是多那高大三百五，这大他这家里。你这看的嘛嘞嘛，淘宝嘛就只有他们拿过用了去，哦，啊，淘宝用的去，对不对？拿着啥着，还在干起活的东西，不一样嘞。那些什么的，这些女的，这些就往前轻松，他拿着啥着东西，对不对？看看什么？世间佛陀的独生